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爱吃呢？香港文哉气，我来了！文哉气呀，就像圣品的存在，我绝对不容许自己玷污心中的文哉气，所以汤汤汤汤。真的是有才也有料啊，当然还少不了小小的一颗香菇散发着迷人的气息。我们那把干巴巴的香菇泡在冷浴里8个小时，滋润它的内心，诱出它的香气。树上的黑精灵用水恢复它的元气，为了你我奔波20公里，不过不负初心，粉丝跟他啊煮出来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呀！看到后面你就会明白啦，跟着我走，带你感受一场烹饪的魅力以及美食让你流口水的吸引力吧。再度开刀，五星级的酒店从地基开始做起，五星级的料理就从姜葱蒜切起。变形手术即将开始，散发着自然的野性，料理驱魔蒜品，辣眼睛洋葱品，坐月子姜圣品，暴力如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办法嘛，拍了比较容易出位呀。把油垫铺好，先把比较厚实的姜葱感受高温的洗礼，滋啦滋啦滋啦的声音刺激着我们的听力，哈哈哈哈，派顿真多啊！呛鼻的味道经过了翻炒，香气迎面而来，是时候加入驱魔蒜品啦！哇哦，不错呀！花雕酒加下去，把香气推入仙境。将准备好汤品的精髓一个一个丢下去，用水啊让躲在姜葱蒜和骨头里的精华有处可去，稀里哗啦的流入汤头里，捞起盖住精华的面具，展现出汤品的诱惑力。熬煮精华的空隙，我们来处理魔力和黑精灵。蘑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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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泡得松软的菇菇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被取缔，不是啦，是去蒂。拿下的蘑菇蒂怎么可以丢弃？每一滴的美味呀，都要抓到牢牢的。蘑菇头，我来处理你啦！还跟我笑嘻嘻嘞。泡了8个小时，果然弹性十足，水分十足，香气十足。切得太慢啦，只好把影片加速啦。处理完蘑菇，黑精灵啊也恢复满元气，稍微的洗洗澡，再来个加盐的地狱式泡澡。丢你下去，去除身上的菇气，这样啊才算黑黑净净嘛。
不过呢，还要把乱糟糟又硬邦邦的头给剪去，才算呢、变身华丽。一片一片的还不够细腻，一丝一丝的才入口容易。熬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可以出山了。精华跑出来，肥腻的油也飘出来了。把油稍微去掉 ，VIP 般的对待滚熟的肉还有骨头。留住精美的汤头，其他的呢就不要啦，用骰子过滤掉。啊，真香！浓郁的汤头加入香香的菇菇，还有重头戏，干杯！高级到我都不会形容了。再度熬煮的时候，我们来处理肉丝。肉丝最繁杂的程序来了。连骨头上的肉都不放过啊！终于，终于啊，完成70%了。虽然已经很甜美了，不过我心中的文仔起还没有完成哦。给你过过目，吊着你的瘾。今天的主角，素食鱼翅，晶莹剔透的素鱼翅。看着美丽，吃下流利，滑的意思，忍不住香气的诱惑，先来小口尝试。快下已经洗完澡、泡完地狱澡、去头跟变色的黑木耳，还有我最爱的素鱼翅。把汤头煮得太浓，还是料太多的问题呢？不够水啦，加水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来调味了。李锦记的蚝油，加一些些来增加汤头的豪气。瑶柱鲍鱼汁。加多些些来增加汤头的贵气，舍不得豪迈的放啊，所以慢慢的让它融入汤里。快点吧，我等的话都谢了。要好了，要好了，我都升仙了。加入 Bobo 生抽王来添色以及仙气，文仔起当然是要稠稠的、滑滑的，咕噜一下喝下去才爽嘛！流口水了没？流口水了没？加一点胡椒粉提味，或者是加薯粉水来增加稠度。我呢，最后加一点麻油来画龙点睛，加油加香气，耶！好是好了，不过边拍摄边煮花的时间更长啊，3个小时才弄好，吃嘛嘛啦，一勺。2勺，3勺，来给你试吃。
顺滑的汤底里面蕴含着豪气、贵气、仙气和香气，3个小时的努力换来一碗饱满、浓郁又美味的文仔起，加上酸溜溜的黑醋，刺激你的味蕾，把美味再次升级。家里可以试试看哦，好吃哦，虽然花了很多的时间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要记得订阅我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哦。来，一起吃香港文仔起，要记得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